修华严奥旨，望尽梵原观。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请翻开修《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原观》第十二页最后一行啊，从当中看起。啊，我将这段文再念一遍。 对对，地方，夫三规五戒者，盖世出苦海之精良，去涅盘之根本，作皮尼之剑次。为七众之重基，万善借此而生，是佛法之平地啊。那么。 我们上一堂课啊，啊这一段呢、啊、还没讲完啊，那么这一段呢、啊、也是很重要的啊啊，我们佛法的修学啊，总的原则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 借、啊、是前方便，啊，也是手段；前方便，定也是前方便，也是手段。啊，这个定啊，我们一般讲三昧，啊，三昧是印度梵文的音译，翻成中文的意思是镇定、镇守。那么，定还是手段。 目的啊，是要达到会开智慧啊，开启自信波罗智慧啊。那么波罗智慧是我们人人本具啊，各个部，大家都有。波罗智慧开启了，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 啊，那么这个生死六道轮回生死，啊，出离六道，出离十法界，那么、啊、必须呀、啊，要波罗智慧、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无始劫以来啊，啊，这个被这个无名烦恼业习啊障碍住，啊，这个波罗智慧啊有，但是。 变成无名烦恼啊，所以钱方便，那么必须借用啊这个借定这样的方便呢、啊，那么来开启自信的部落智慧啊，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呐、啊，都离不开这个总原则啊，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。 啊，都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会。界定啊，我们心要定下来啊，首先要守这个戒啊。如果没有这个戒啊，我们心定不下来，心定不下来啊，那也就啊没有办法开启啊自性的波罗智慧。 如果没有界定啊，那么那个智慧不是真正的波的智慧啊，一般呢、啊、叫狂慧啊。实际上讲啊，那个不是真正的智慧啊，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知识了、啊，那不是智慧啊。智慧啊，必定是从界定这个全方便呐、啊、所。 开花的啊，那个才是真正啊，自信的般若智慧啊！所以这里一开头啊，讲服三规五戒者，是吃苦海之精粮啊，趋涅盘之根本啊。三规五戒出苦海之精良啊，也就是离苦得乐的桥梁工具。 去涅盘之根本啊，是去向涅盘的根本啊。涅盘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是灭度，灭什么呢？灭烦恼，度是度生死啊，度过这个生死的苦海啊。那么生死的对面呢、啊，就是不生不死啊，不生不灭啊。所以涅盘就是不生不灭。 啊，那么还有一个名词叫缘寂，寂灭了，寂就是没有烦恼了，也没有生死了。啊，那么我们从现在这个有生有灭的生死，啊，希望啊，回归到不生不灭的涅盘。啊，那么这个是靠这个戒啊，这个方便啊，好像我们渡河啊。 啊，渡河你要有船呐，啊，或者你要个桥梁啊，啊，不然你渡不过去啊，啊，所以借用这个，那么把这个借力啊，比喻作金梁啊，那我们要渡河要船啊，或者、啊、要有桥梁，那我们才能从这个此岸啊渡到彼岸。 从生死的此岸渡到涅盘的彼岸，那这个就是借力的啊，它的功能了啊。三规五戒啊，是持戒的初阶啊，也是基础。啊、为七重之从啊，啊，这个从机啊，这个七重就包括在家中了。 啊，这个出家五众啊，在家呢啊，优婆是优婆夷啊，那合起来就七众啊，在加男众，在加女众。那么七众是讲世尊所有的弟子，在家、出家所有的弟子啊。那么无论在家、出家啊，这个佛弟子啊，都必须受三归啊，进一步啊，受五戒。 啊，这个是七众弟子修学的基础啊，崇高的基础。万善借此而生呐、啊，这一切真实的善法都是从三规五戒十善呐、啊，他所生的。十佛法之平地，那佛法呢？啊，从这个平地啊，像盖大楼一样，一样建立。 啊，我们知道啊，你盖个大楼啊，像台北市啊，这个一零一的大楼，一百零一层的啊，那么再高的大楼啊，你还是要从地基开始啊，地基要打好打稳，那么才能往上啊盖上去。那么这是比喻啊。 这个佛法像平地一样，这个三规五戒呢，就像地基啊。这个有三规五戒的基础啊，那么你要提升到这个八关斋戒啦、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那你才能提升上去啊。啊，没有三规五戒的基础，那上面那个戒都落空了。 啊，就是变成有名无实了。那么这个五戒啊，这个戒是相当重要啊。那么这里讲到啊，这个戒律的重要啊，所以我们也是多花一点时间呐，啊，对这个三归五戒了、啊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概念。 那么上一堂课也跟大家提到《弘一大师演讲录》，啊，有讲到这个律学的部分，啊，也有讲到三皈依，啊，那么三皈依是入佛门很重要的，啊，我们在建业山湖，啊，这个三规五戒啊，它是第二福了，啊，它是第二福。那么入佛门呢，这个三皈依啊。 这是第一个啊，佛法跟这个世间法啊，它的分水岭啊，就是是在三皈一。啊。所以，敬业三第一福啊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啊，是人天福啊。我们一般讲啊，修人天福报，人天的基础。 那么，如果没有三归一啊，那就是世间的善法啊，世间的善法。世间善法呢，不但佛教，其他宗教都有啊，像我们中国的儒道啊，还有其他呢，世界了这些正规的宗教啊，也都有十善。 啊，这个孝养父母、奉师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，啊，这个是世间的善法。那么，如果有三皈依了，那这个就是佛法了。啊，这个世间善法呢，也就成为佛法。啊，所以这个三皈依啊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一个分水岭。啊，如果没有三皈依。 没有皈依佛门啊，像一般的宗教啊，一般的善心人士啊，他们也有修十善啊，但是他们那个不叫戒啊。那么戒必定是从三归这个基础上来建立的，没有三皈依，那就不叫戒了啊，那个就叫善啊。如果有三皈依，就是戒了。 啊，我们一般讲五戒十善啊，三归五戒十善啊，所以这个是在第二幅。那么我们也利用这个一年呐，啊,啊，跟这个大家分享啊，弘一大师这个演讲录啊，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讲记里面呢，啊，是用。 啊，结论啊讲的比较简单了啊,啊，那么我们希望得到这个受用啊，对这个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啊详细的啊来说明讲解啊，让大家有一个进一步啊对这个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，进一步啊来学习受持这个戒啊，受持这个三归五戒。 那么这个我们啊，就这个啊，弘一大师啊，这个弘一大师啊，我们啊也简单的啊啊，根据他这个演讲录的开示啊啊，我们提出几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啊啊，这个讲三归一啊，这个。 三皈一，就是所有的佛弟子都要受的啊，无论你是在家出家啊，啊男众女众啊，这个都必须受三皈一啊。那么三皈一呢，归佛、归法、归神啊。这个归佛啊。 这个三宝啊，三归啊，三宝，有住持三宝，啊，画相三宝，一体三宝，自信三宝。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啊，他是画相三宝啊，佛硬化在我们这个人间啊，示现成佛。那么到鹿野苑啊，度五比丘。 啊，佛在菩提树下啊，这个阅读明星啊，大彻大悟啊。那么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是成佛了啊。那么我们这个人间呐，啊，佛宝出现了啊，到鹿野苑呢、啊，度五比丘，那个僧宝。 出现了，啊，生就是生重的意思，生是重，和合,合的意思，在佛门呢、啊，四个人以上啊，在一起共修共学啊，就称为一个,、啊啊、就一个僧团啊。那么无比丘，那就是一个僧团了啊。这个生出现了。 那么佛为僧团呐、啊，一开始讲四地法说法啊，那这个讲经说法了，开始了啊，这个法宝有了，说出来的法就是法宝了。那么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三宝称为化像三宝啊，就是我硬化在我们人间呐啊,啊，那么这个三宝啊，记住了。 啊，来弘扬佛法，啊，后来这个佛灭度了，啊，也没有继续讲经说法了。那么佛的僧团啊，佛的弟子啊，啊，也一个一个涅盘了，啊，不住世了。那么所遗留下来的，啊，佛不住世啊，遗留下来佛的舍利。 啊，还有佛像，啊，雕刻的，啊，金银铜铁铸造的，啊，木雕、石雕的，乃至于啊，彩画画像，啊，那像现现在呢，这个印刷啊，啊，电脑这个这个三 D 动画，啊，这个佛的像。 这个叫住持佛宝了，啊，住持三宝啊，那第一个啊，住持佛宝就是佛像，啊，泥塑木雕，啊，彩绘的，那、啊、么这些佛像啊，都是住持佛宝。那佛不在世啊，也没有继续讲经说法，啊，佛当年在世啊，四十九年讲的一切经教。 啊，后来这个佛弟子啊，五百阿罗汉结集呀，把它整理流通到后世十方啊。那么传到中国来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有中文的大藏经啊。那么日本、韩国啊、越南这个大藏经啊啊，也都是属于中文大藏经。 那么，在中国地区啊，西藏啊有藏文的大藏经，还有蒙古蒙古文的大藏经，啊，那么那些都是从印度梵文啊翻译过来。那么南传佛教国家呢，有巴利文的啊，这个属于阿含经啊小圣经典。那么这个经典呢、啊，啊，我们现在。 我们学习的中文的大藏经，那每一部经啊，都称为法宝啊。那么这个法宝呢，叫住持法宝啊，住持法宝。佛像是住持佛宝这个经典呢、啊，每一部经典啊，那么收在大藏经里面呢、啊，就是住持法宝了。 那么佛的僧团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出家众啊，也是一代传一代，啊，都有剃度的，啊，到现在呢，啊，这个出家人这个形象，啊，还是很多，啊，有南传的，有北传的，啊，有藏传的，啊，那无论是南传、北传、藏传呐、啊，男众、女众，那么。 现这个出家相，那么这个就叫住持生宝啊。那么以上讲的啊，这个佛像、经典啊、出家众。这个称为啊住持三宝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住持三宝。 那么，接下来就是自性三宝。我们在佛门早晚课做三皈依啊，啊，都是念自归佛、自归法、自归僧。自是什么？自性。皈依自性三宝。啊，那么还有一个一体三宝。啊，一体三宝就是说。 佛宝当中有法宝，有身宝；法宝当中有佛宝，有身宝；身宝当中有佛宝，有法宝，是一体一而三，三而一的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住持三宝啊，这个大家都看到。那么我们受三皈依啦，我们皈依三宝啦、啊，三宝弟子啊，很多人在佛门皈依三宝、啊。 啊，拿来归一正了、啊。那么归三宝啊，是不是叫我们去皈依这个住持三宝了？那不是的啊。啊，这个泥塑布木雕的佛像，那你怎么去皈依呢？啊，怎么去依靠呢？ 啊，我们俗话也讲啊，泥菩萨过河啊，自身难保啊。啊，那这个泥塑木雕的佛像啊，那我们怎么能皈依呢？啊，那么经典啊，白纸黑字啊，你怎么皈依法？经典是法了。 那是不是啊？我们啊，这个这个请了一部经典，请了一部大藏经啊，那就是归依法呢？啊，那僧啊，这个出家人，大多数都是凡夫生那这個、这这個、凡夫僧自己也没有得解脱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归他嘛。 那么这个住持三宝啊，那、啊、怎么样皈依呢？啊，这个意思一定要明了啊。所以家师敬老和尚啊，他有讲了一本小册子啊，叫《三皈传授》啊，凡是受三皈依的啊，我们都会赠送啊这个《三皈传授》啊，把这个三皈》的意义啊讲清楚、说明白。 啊，你是归三宝啊，不是归某一个法师的。那么现在佛不在世了，啊，也没有继续讲经说法了，啊，那佛当年的这个僧团呢、啊，也不在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啊，现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出家众，看到经典，看到佛像。 那么怎么归依呢？啊，不是叫我们去归依外面的住持三宝啊！如果我们去归依外面这个住持三宝，这就,就变成外道了，心外求法了，他错了啊！佛法称为内学啊，经典称为内典啊，佛法跟世间一般的宗教哲学。 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关键就在这里。佛是向内心求，啊，知道这个宇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心所现的，所变现出来的，啊，所以往内求，你就找到答案了，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了，啊，所以称为内学。 啊，那心外求法呢？那永远找不到答案，解决不了问题，叫外道啊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去皈依外面这个住持三宝啊。那么，不能归外面住持三宝，那是不是这个住持三宝就不需要呢？需要。为什么呢？他提醒我们皈依啊，自性三宝。 啊，外面的住持三宝，它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们、启发我们回归自信三宝，是这个作用所以不能没有，没有你不知道啊啊，你不知道回归自信三宝啊？那我这个住持三宝啊，他提醒我们回归自信三宝啊。看到佛像啊，就要想到。 人人本来是佛啊，自己本来也是佛啊，自己六根的根性就是佛性啊，就是自性啊。啊，我们学佛啊，啊，最终目标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啊，那这个是最终的一个目标，就是明心见性。 啊，禅宗讲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真正认识自己了啊，自己的自信啊，不生不灭了啊,啊，成为无生法忍了啊，所以要知道啊，自己本来是佛啊，要直下承担了，看到佛像，就要提醒自己啊。 我们自己也是佛啊，因此啊，要学佛，要成佛啊，跟一切诸佛如来一样啊，这就佛像啊启发我啊，回归自性佛宝，自归依佛啊。看到经典呢？经典不是念给活菩萨听的，经典是活菩萨讲的，那不需要我们念给他听。 啊，经典是我们修学的标准。啊，经典是给我们讲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。啊，把宇宙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清楚给我们说明。啊，这些因果。 啊，那么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那么根据经典，经典是标准来修行。啊，经典呢、啊、称为法。啊，法就是正知正见的意思。那佛是觉悟的意思，觉而不迷啊。那法是正而不邪啊，正知正见。啊，所谓啊，正知。 标准啊，这是正啊，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行为啊。那么，我们依照经典这个标准来修正自己对宇宙人生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啊，这叫修行。依照经典，读经啊，提醒自己。 啊，明天读经啊，就是提醒自己了，哪些地方错了，依照经典，啊，佛的教导啊，这个标准啊，把它修正过来，啊，这个才是皈依法啊，它真正的意思啊，不是经典念给活菩萨听了，啊，是念给自己听的啦，啊，提醒自己啊，要依照经典。 佛的教导，依照这个正确的思想见解、原理行为啊，佛教导的这样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、原理、见见解、行为啊，这才是自归依法啊。那么，僧看到出家众，无论男众、女众啊，藏传、汉传、南传。 看到这样的形象，心是清，身是清净的意思，清净和和的意思，啊，净而不染啊,啊，它不污染、啊。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啊，就要提醒自己啊，那我心呐、啊。 要回归到自信清净心，我们的自信本来就清净啊，没有污染了啊。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啊，那么其中有一句讲何其自信啊，本自清净啊！啊，自信它本来就清净啊，它本来就没受污染了啊。我们要回归啊，回归啊，自信清净心呐啊，自归一身啊。 啊，所以这个住持三宝是启发、提醒我们回归自性三宝啊，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这些住持三宝啊。如果去皈外面，就变成外道了啊，就错了啊。我们是依这个住持三宝啊，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。 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三归一了。啊，三归也不是在佛前念一念啊，也要去落实啊。啊，那么这个道理啊也很深啊，我们讲的啊啊还是只是一部分啊。如果要把这个三归啊详细的讲解啊，那也需要一点时间了、啊。 啊，现在我们敬老和尚的三规传授啊，这个书啊，还有这个音档视频啊，在网络上啊，也都能够点播得到啊。现在这个很方便了。啊。那么要受三皈依的啊，这个同学啊，务必要把三皈依啊认识清楚。那么。 我们三皈一了啊，那么有三皈一不一定受戒啊，有很多人来佛门皈一啊，像我们楼上印这个归正啊，那么他这个归正呢、啊、是前面呢、啊、是三归一啊，那后面呢是五戒，那么印成一章了。 那如果只有受三皈依，没有受五戒呢？那只有填写前面这个三皈依啊，后面呢、啊、那个五戒啊就留空白啊。以后啊，你想要受五戒，那么再拿这个归正来啊，来这个道场啊求受五戒啊，或者你自己在佛前发愿求受也可以。 啊！但是要受五戒，必须先受三规啊！没有受三规，那不能受戒的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啊，“净业三福”第二福“受持三规，居诸众戒不犯违”啊。那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啊，看到三规是一切戒的基础啊，五戒是一切戒的基础啊，三规是五戒的基础。 那么下面呢啊，我们来谈一谈五戒。那么五戒呢啊，这个弘一大师啊啊也讲了这个五戒啊。 我们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讲过，啊，可以一次全部受，啊，或者分开受，啊，能做几条受几条，啊，那这个就很方便了，啊，很方便了，啊，受一条两条啊少婚戒，受三条四条多婚戒，五五条戒全部受就满婚戒了。 那么五戒呢？我们简单讲一讲啊。五戒第一条是不杀生。那么不杀生啊，有一些人他这个看到五戒啊，第一条就不杀生，他他不敢来受戒了啊？为什么呢？ 也不是说他做杀生的行业，啊，但是呢，一般人呢、啊，他有吃肉了，他有吃肉。那么实际上啊，啊，你受五戒啊，第一条不杀生了、啊，就是你不可以自己去杀这个。 动物啊，当然杀人是更不可以了啊！连这个昆虫蚂蚁啊，你也不能故意去杀啊，不故杀就不故意去杀，故意去把它杀杀死，那个字就不可以，不杀生，不可以杀生了这个。 你受五戒啊，第一条不杀生戒，不一定要你吃素了啊。这个五戒啊，啊小圣戒啊，但是呢，不可以杀生。那一般讲啊，你不可以杀生啊，但是这个没有完全要求啊。 你一定要吃素，啊！但是呢，要求吃三净肉，啊，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我杀，啊，这个在市场啊，你买现成的，啊，你没有看到这个动物啊，你在现场看到被宰杀的这个情形。 你你没看到，不闻杀呢？就这个动物被杀的这个惨叫声呐、啊，你没听到啊？这个儒家也讲啊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了。听到动物啊被杀的时候那个惨叫声呐、啊，他人都有恻隐之心呐、啊，有慈悲心、仁慈心呐、啊，都不忍心再去吃它的肉了。所以儒家也讲啊。 君子厌庖厨啊，因为庖厨就厨房啊，都是杀生的地方啊，所以他远离啊，不去接触，不去看了啊,啊，这个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我杀啊。这个动物啊，比如说一只鸡、一只鸭啦，一条鱼，那不是啊，为我一个人杀的了啊，好像去给人家请客。 啊，或者现现在你到餐厅去啊，点那个佛的，啊，那个就就就不可以了，啊，点那个佛的现场杀，啊，现场煮，啊，那这个就，如果你受了五戒不杀生戒啊，就换戒了，啊，虽然不是自己杀的，啊，那也是间接杀的，那就间接杀了，闻杀了。 啊，为我杀了，啊，这个就不可以了，啊，那你必定啊是买现成的，啊，不是专门为自己杀的，啊，在市场卖的啊，或者冷冻的这些，啊，所以还不能吃吃素。 只要你能做到，啊，这个吃三斤肉，啊，也可以受这个戒了。啊，受这个戒就是要吃三斤肉了。啊，啊，那这个一般来讲啊，也容易做到了。而现在你去买那个现成的嘛，啊，你不要去餐厅点那个佛的那个鱼啦、虾啦。 啊，这个动物啦、啊，啊，现场在餐厅，你去点，啊，现场杀，现场煮，啊，那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，啊，这个就犯了杀生戒了，犯了杀戒了。那么杀生、杀到淫妄啊，这四条戒。 啊，这个五戒，实在讲啊，五戒啊，八关斋戒啊，包括沙弥戒、比丘戒，这个小圣的戒啊，其实都属于遮戒啊，遮戒。五戒前面四条也也是遮戒。啊，遮是什么意思呢？遮是预防。呃、啊，你受了戒了，在佛前发了愿了，那、啊。 你就会提醒自己，哎，我现在受了五戒了，啊，那第一条不杀生了，不可以杀生了，你要吃三界肉了，啊，不可以故意去杀生了，啊，那么这个，这是、个、第一条。那么受了戒呢，就是你有一个预防的，啊，啊，就是哎呀。 知道自己受了这个戒了，啊，不可以去造杀业。那么前面这个杀盗淫妄这四条啊，实际上讲啊，你没有受戒，你犯的一样有罪啊，因为这个四条啊，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，就是罪啊，杀生，你没有受受戒啊，杀生啊。 也是有罪的啊，啊！这个无论你受戒没受戒，你犯了这个杀生就是罪业了，造恶业了。啊，不是说受了戒的人去杀生才有罪业，那没有受戒的人他去杀生就没有罪业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没有受戒呢，你犯了杀生，造这个杀生的业。 那么那个就是罪业了，啊，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罪业。那么受了戒呢，本身这个性质是罪业。那如果受了戒的人犯了杀生，那么就加一个破戒罪。 那没有受戒的人，他他就本身那个性罪啊，受了戒的人呐啊,啊，这个性罪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啊，这个破什么破这个遮戒的罪？那你你你发愿你要持这个戒，那你现在你破了，那这个犯了这个戒啊啊，加加一个破戒罪业。 那这个每一条戒都是一样，五条戒啊，就是这个前面四条啊啊，那么偷盗啊，这个邪淫啊，妄语啊，你没有受戒啊，你犯的、啊、都是罪业啊，不是说没有受戒，那你造这个杀盗淫妄，那就没有没有罪了，不是的，它本身。 就有就是罪业啊，只是受了戒呢，他本身这个性罪再加上一个破戒罪，那比一般人没有受戒的要要重了、啊。那这样说起来，那、啊、还是不受戒好啊啊啊！但是呢，破戒有破戒的罪业，但是你持戒也有持戒的功德啊啊，这个是相对的。 啊，你持一天有一天的功德啊，啊，那这个没有受戒的人他，他他没有这个功德，啊，你你受戒的人呐、啊，有这个持戒受戒的功德啊，啊，所谓啊啊，这个这个戒的功德啊，也是不可思议的啊。 啊，所以在这个五戒相间间要集处啊，广老啊，他也是鼓励大家啊，要发心来受这个戒，吃这个戒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怕啊，要先学习，要先了解、啊、那么你了解之后啊，你就知道哦，佛制这个戒。 通情达理呀、啊，啊，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恐怖了啊！啊，有些人呢、啊，把这个戒的这个意义啊，讲的偏差错误了啊，让人家对这个戒啊，产生敬而远之啊，啊，这是不对了啊。那么前面这个四条啊，性罪。 啊，那么受了戒呢，再加一个遮戒啊，预防预防你去受这个。那第五条戒，这个酒，酒它本身它没有罪过、啊、它也不是杀生呢，啊，一般的酒都是植物酿的，都是植物酿的，啊，包括外国的那些什么葡萄酒啦、威士忌啦，那么中国这个五谷杂粮酿的酒就很多了。 那么酒都是植物酿的，它没有杀生，它不是杀生，它不是动生众生动物的肉去做的啊，它是植物啊，所以酒啊，它本身它是没有罪过啊，但是酒啊，你喝多了。 喝醉了，那你会乱性啊，乱性了，可能你就会去造前面这个杀到淫妄的罪业了。这个我们自古以来啊，古今中外啊，因为喝酒喝多了、喝醉了，去造这个杀到淫妄罪业的，那很多了，这个例子很多了。 啊、中国、外国都有啊。那么在中国、啊，你看呐、啊，这个纣商纣王啊，酒池肉林呐、啊，荒淫无道啊，啊，酒喝太多了啊，啊，这喝到亡国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看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如果每一天酒都喝得醉醺醺的，他的事业肯定做不好了。啊，耽误他的正业了。 啊，而且呢，很多这个社会的这个殴打啊，这个这个杀人案件呐、啊，因为喝酒引起的也非常之多。啊，喝酒啊，打架闹事啊，酒喝下去的壮胆啊，平常没有喝酒啊还理性啊，不会造那个业啊，酒一喝啊，控制不住。 那有一些人呐、啊，他酒喝下去就闹事了啊！他没有喝的时候就不会，喝了他就闹事。那那特别现在这个驾车开车啊，全世界啊，对这个酒驾罚的都很重啊！你酒喝多了，开车啊啊，一条路看成两条路了。 这个容易出车祸啊，所以这个全世界啊，无论哪个国家地区呀、啊，这个交通规则啊，啊，对取缔这个酒驾都很严格啊，都非常严格，处罚呢也很重啊，所以这个这个劝人啊，喝酒不要开车啊。 啊，开车你就不要喝酒啊，啊，所以酒本身它是没有罪过，因为你喝了，你乱性了、啊，失去理智了，啊,啊，那么造成了啊,啊这个社会公共安全的问题啊，因此佛把这个酒啊，也列为重戒之一啊，其实酒啊这条戒。 它不是性罪，那它纯粹是遮戒预防的。那么酒啊，这个你没有受五戒，没有受不饮酒这条戒，那你喝了，你你没有破戒罪了啊，没有这一条啊。但是你不要去闹事啊，闹事啊就。 会造前面这四条罪业杀到，杀盗淫妄啊。那么过去佛在经典上也讲一个公案啊，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受了五戒啊，因为啊不小心喝到酒，喝醉了、啊，犯了前面啊杀盗淫妄这四条罪业了啊。因此啊，我把它列为重戒之一啊。但是酒这一条戒啊，它的开言也很多。 在小圣界来讲啊，这个我们在《五戒相经煎要》啊，这个偶遇祖师弘一大师这个注解里面呢、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它的开源呢、啊，就是可以做药用、药引，啊。这个在中国这个中药啊，用到酒的。 药都很多了，啊，我们一般所谓啊药酒，啊，那是当药用的。那么小圣戒在这个沙弥利语啊啊，他是、啊、这个红，那、这个莲池大师啊，啊，沙弥利语要略啊，这个注解啊，就是挥酒莫聊者啊，就是。 你没有用酒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病的，那么才能用这个酒。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药酒啊。那这个你需要用到这个药酒，那是药用，那不是喝着玩的啊。啊，那个可以开源啊，你身体啊，为了治病有这个需要啊，那没有这个酒不行啊。那么。 就可以用，啊，你需要啊，可以用，这个是开源。另外呢，就是煮菜啊，啊，或者我们现在煮汤啊，你做料酒，啊，有一些东西啊，也知道啊，啊，我们吃素的人啊，都是吃蔬菜啊。那么，特别冬天的菜啊，像萝卜啦，啊，大白菜等等的。 那么蔬菜啊本身有一些比较寒凉的性质，比较寒凉的。那么加一点料酒，啊，那么这个减低它的寒性。啊，比如说用点料酒啦，加一点姜啊，那么让这个蔬菜啊它的寒性不要那么寒。 那么，在这个五戒象经煎料讲，做料酒啊，你喝的不醉，那就可以。当然，如果你加太多，那跟喝酒一样啊，啊，这个这个会醉人的，那这个就不行的啊啊。但是喝的不醉的啊，这个是可以开源的啊。所以做料酒啊，因为你菜煮过，汤煮过，你加的量不多。 啊，那个酒性也没有了啊！那么做料酒这个是可以，那么这个是就小圣戒，小圣就是要求自己的了啊，要求自己啊，那要求自己上呢就比较严格了。那么如果从大圣菩萨戒啊，大圣菩萨戒是自利利他呢啊，你有。 度众生的因缘呐，啊，不是为了自己身体这个需要啊，也不是做菜啊，是为了啊，劳役众生、利益众生的。那这个在大神界的、啊、他也有开眼啊，那这个开眼的解释就跟小圣就不一样了。 啊，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，啊，这个也是大概二三十年前了啊，这个大概很早啊，啊，恐怕要三十年了，三十年。啊，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，啊，那时候赵朴老还在啊，黄念老还在啊，这个这个啊，天主教的一个一个一个主教啊，啊，他常常去看这些。 老同修，老朋友。那有一次啊，到北京住在一个五星级宾馆。啊，有一天啊。住在那里。那么那一天啊，坐在电梯啊啊，碰到啊美国的同修。啊，那个这是大陆啊，在外国啊认识的同修。那么刚好啊，他那一天他儿子娶媳妇。 啊，他的媳妇是日本小姐，啊，那么在电梯碰到啊，啊，很高兴啊，啊，就跟我们楼上讲，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巧啊，在这里碰到师傅啊，啊，今天我儿子大喜呀、啊，晚上啊，请师傅来给做这个证婚人呐、啊，啊，那么我们师傅上来一口就答应了，啊，因为这个这个。 同修啊，在大陆上也是有有声望的啊。他娶的这个这个日本媳妇啊，那日本方面女方的亲友啊，还有他们南方这边的啊，请了一些高官，啊，这个这个领导啊，来参加这个酒席宴席。那我们师父上人呢、啊？ 他一心要、啊、弘法利生啊，所以临时他们也没有准备蔬菜啦。那些做证婚人呐、啊，事先就要请他支持的、啊。他这个机会教育啊，机不可失啊。啊，就是讲了五分十分钟了、啊，就把佛教正确的这些佛教的啊这些观念呐、啊、介绍出去了啊。那平常。 你去到哪里去找这些人来啊？啊，这个这个机会难得啊！啊，所以在敬酒啊，也跟大家喝个酒啦，啊，吃个路边菜啦，啊，那这个完全是菩萨界啊，老益众生、利益众生的啊，那这个是开眼啊，那是大圣界的开眼啊，如果。 你没有开眼啊，那那个弘扬佛法这个机会，那就失去了啊！众生呐、啊，众善根的一年也就没有了啊！那我不不行啊，我不能喝酒啊啊，不不能碰荤腥的啊,啊，那弘法利生这个眼里就没有了啊！所以这个大圣界跟小圣界这个。 它这个开眼呐、啊、也有不同啊，那这些我们也要明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。那么这个五戒啊也还没讲完啊，那下一堂课再再讲啊，因为这个毕竟啊，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正确的概念啊。那么这个也是让大家能升起呀啊,啊，这个受。 三归五戒的一个意愿有帮助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